会讲。哦，谢谢你，这一次你赢了。烦我！成赛屹立不摇，拜托不要碰骨头。之名，征服一切吧！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荒野的勇士。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生命魔。
我没多少时间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那就就刚哎！前来报道。前来报道，我等立刻行动。
先挪出空间。哎呀！红的太阳升起，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。荒野的优势，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。自然之美。再烧了生命的魔，立刻行动！绳子又在烧了，生命的魔，
量升起。前来报道。大自然厌恶你。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。战斗结束，你赢了。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两个被他一起过。是说，我好像搞不清楚方向了。你还要尺寸更大的吗？绳子又在烧了。有同学知道是奈萨拉在哪里吗？
这会温暖你。用你胜利的故事去六八，在心中燃烧。小心小心，这把刀涂满了毒药，叫德雷利不会放过任何一颗宝石。不怕危险，还能迎来精彩的探险。我们的秘密先启动了。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荒野的勇士。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最后自然之美。希望是张好牌。我的，我的，有！
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我把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荒野的优势。这些礼物赐给世界，自然之美。
再烧了。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